没错没错，我为奇楠代言呢。这家伙怎么感觉很不靠谱的样子？那么就请七曜道友随我来吧。七曜道友，秦南盟主要是有时间的话，能否请他帮忙指点一下我族中弟子？没问题，他非常乐于助人。不要随随便便替我答应别人呐！战神麾下第83战将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罢了，多想无益，还是先好好修炼吧。圣海在这时宫待了数万年，里面的战意都凝聚出了灵性，在这里闭关修炼一定事半功倍。好险，刚才那个南天神帝的修士天生异瞳差点就看穿了我的身份。千万小心，若是被他们抓住了。喂，前辈说话的时候不要走神。不是，前辈你快看，神格争夺战即将开启，速速传令给殿主。传我命令，神格争夺战即将开启，反天盟所有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在三个时辰之内返回总部。是。终于练成噬龙灭道诛仙枪了，接下来只需要帮助七曜飞仙剑完成蜕变，再催动飞月女帝给我们的功法就可以了。听说神陨之地有了异变，神格争夺战终于来了，南天门、地榜和神榜肯定已经布好局对付秦南，就让他们放马过来吧。神格争夺战又要开始了呀，每到这个时候我这座城池都会冷静下来，没想到这次却来了一位稀客。飞月女帝陛下，你来此有何贵干？我的本尊即将降临苍蓝大陆。什么？2万多年前，苍蓝大陆本源孕育灵性，化作地榜和神榜。15000年前，南天门横空出世，也炼化了一部分本源之力。如今他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争夺剩余的本源之力。殊不知，除了天地原始规则，本源之力早就孕育出了一个真灵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只是这个真灵无法与他们抗衡，才一直以天地原始规则的传人自居，蛰伏于暗处，不断壮大自身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来此就是为了给你一个颠覆所有的机会，就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了。神格争夺战即将开启，还请各位长老出世。万年冰髓结为古神，阴阳之结就此而解。这苍蓝天神、南天门之灵，听说你们祭炼了麾下80000修士。我本来要对付你们，可没想到竟然会出现秦南这样的天才。不愧是苍蓝天神，果真手段非凡。现在只差一步，就能将九天陆界的天才吸引到苍蓝大陆。你们两人，助我隔绝天机。没问题。天地法变，血煞四方。明苍龟，心开始。闭关2年多，提炼出十缕战神之力，也是不错的结果。前辈，我出关了，现在情况如何？反天盟所有修士集结完毕，战族强者也都做好准备。根据神陨之地的意向来看，明日5时，神格争夺战正式开始。明日5时吗？我们马上准备出发。神格争夺战就要开始了，妙妙到底能不能赶在开始之前出关？哎呀，你们居然知道本公主会在今天出关。这是七灵仙体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。所有神榜修士
必须一个小时内赶到神陨之地，否则视为放弃。第一道场已经解锁，排名前五十至全部进入第一道场。那是二十位武神强者。是。漫天神地境，他们这是打算做什么？诸位道友不必惊慌，我们只是为了解决秦南和反天盟。秦南这次完蛋了，咎由自取，活该。等进入战场，让本公主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。公主，这时候你还护着他？我也很想见识一下你们几个的本事。就剩最后两息了，那小子还来吗？怎么回事？秦南不来了吗？不，他一定会来的。千古恨不放一笑还